来，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来陈怡杰委员，庄瑞雄，你双来不来给他主持者？代我主持者。主席、各位同仁，有请陆委会下主委。下主委，委员早。主委早，主委，你刚刚有提到早上国台办有传真一份，就是欢迎陆委会这边组团嘛？哦，那过去那个到大陆那边，那方不方便现在可以提供给就是本委员会的委员？通常我们这种往来的这个文书啊，我想刚刚我也给姚委员看你，我想等一下如果委员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还是想希望一下看人家是怎么欢迎你们的、啊、跟内容是什么、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文件给委员们看一下，可是要交给委员可能不按照目前我们的约定啊，并不是如此。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从昨天的新闻稿里面，其实你有提出五个诉求啦。那我不知道你满不满意，就是好像今天整个答询听下来你非常满意，就是认为张志军的回应其实是相对的友善，但是在我们看来哦，你昨天新闻稿晚上一出来，我们发现他根本没有答应你任何事情。我没有表示满意，我说我们只是提出一些问题出来，他愿意去跟相关单位提出来。那同时呢，这个我们要求组团，他也说他会正面的看待，所以今天他就很快的他们也回应。刚刚这个我知道国台办今天的记者会里面，他们也提到这件事情，欢迎我们组团过去。所以依你这样看，你觉得他的回应对你来说是，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相对的友善呢、啊？我觉得是至少是第一步，我们要希望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好，那但是这个新闻稿里面你提出了五个诉求，最重要应该是你还是希望人能够回来嘛？是的。可是在你的新闻稿里面完全没有看到张志军有施出相对的善意啊。我想到底说是不是你真的只是大家就是张志军只欢迎你组团去看看看到底这些人过得好不好，可是如果呢人要让他们短期内回来困难度是不是很大？我想我们不只是要看这些人是不是好，我们同时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政务，是知道说他们这样子的就要求争取，他们在争取他们管辖权的时候是不是有任何一点法理的基础。但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国人，我们是有这个管辖权，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回到国内来接受这个相关的。所以我想问你们认为他回来的几率大不大？我现在不敢预测了。但是就以你看张志军的态度啊，大陆那边的态度啊，他们对于这个我想今天这个他们的发言，因为你刚有提到嘛，你刚刚说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刑法诈骗这边就是可能很轻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先把他送去大陆那边去审啊。刚才我问你说回来的机遇大不大？我想今天他们对于这个这一类案件的这个感受啊，今天他们的发言人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会尽量的争取这个让。但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不敢，我现在不敢做任何的承诺。你这样的答案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的啦。所以我意思说，既然你刚自己都说两三天，包括甚至刚有委员说希望你今天就成型，那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回去通一次热线呐、啊，毕竟你给。是大陆决定让不让你去嘛，对不对？所以不能说你要去你就想去啊。所以这个部分你还是，既然人家你都认为把握不大了，那你自己要就是针对这个部分，还是希望你能够努力的去通这个热线。不，我想现在不需要通热线，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表示可以，没关系，就是说欢迎我们去，所以我们只是在欢迎你去。就像你讲的嘛，你认为要把人带回来的几率已经不大嘛？你今天不是欢迎组团而已，去看大家过好不好？你最主要还是要把人带回来啊。好，那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对于中国大陆把肯亚涉案的台湾人，他强压到北京，那对岸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马上就表示说，哎，肯亚或者各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值得肯定的说法。你认不认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无耻、蛮横、可恶的行为了，对不对？因为把一个国际刑事犯罪的案件，竟然把它当到一个政治意涵。
我想我们的新闻稿也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完全不需要这样讲的，这个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就像你委员讲，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呢、啊。我们这个不，这跟一个中国原则毫无关系。那你觉得他们这样子的表态，你觉得认不认同我讲的，就是很无耻吗？很可恶啊！因为照理说，你应该中华民国应该是目前整个大家唯一能够接受的吧？对不对？那把它指着，对。我们的新闻稿里面讲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完整的这个司法管辖权。我们政府依据这个宪法。不是啊，你的这个我知道啦，你不用再这样念啦。我是说，应该目前中华民国是应该是全大家能够接受的嘛，是唯一能够接受的嘛。所以不论他是要给蔡英文施压也好，还是打脸马政府，其实打的都是中华民国啊，你认不认同？所以你一直在强调说这八年来两岸的情势稳定，其实这就是到最后这个 moment， 其实就打脸了陆委会，打脸了马政府嘛。其实你认不认同啊？中国大陆他外交部的说法啊，是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也不会预期他有不同的说法，可是他任何说法我们都不接受，任何的说法你都不接受，所以你认不认为被打脸了？我们觉得他是没有必要再讲这些话，完全无关。所以你不认同啊，就被打脸了嘛。接下来，按照我们两岸签署司法互助协议，对岸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司法互助协议的内容，它的两个主要的规定你应该很清楚嘛？那对岸有没有可能用技术性或者强制性的不让这些被遣送到对岸的国人回到这里？因为他有可能审完再要放他回来啊？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之前五年前你们菲律宾就处理得很有 guts 啊，可是这次完全看不到啊，对不对？到底是因为上次好像五年前的时候，你们已经双方建立了一个默契，对不对？就透过第三个共同破获许多诈骗或人口犯罪集团的案件，其实都已经协调好说当地的警方可以各自带回自己的嫌犯。然后你们也不断的在堪称就是效果良好，但为什么这次中共不这么做？为什么这样？就依照你是主委，你曾经是个外交官的历练，跟陆委会主委的两岸政治的敏感度，你会不会认为为什么这次中共不这么做了？你们五年前已经有相对的例子可循的、啊。我们在这个民国一百年这样一个达成的这样一个默契或者一个共识、啊、我们认为他们违反了这次的行为，他们完全违反，所以我们提出严正的抗议。那他这个，我觉得如果委员问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诈骗案件这个次数，这个数量也增加，这个数额也增加，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是基于这个原因来坚持要把人家抓回去。那我们当然是完全不能同意了，所以我们继续在争取。所以不是所谓外界说中共五建议在蔡英文五二零的就职演说到现在还不愿意说九二共识吗？是这样吗？我想现在很多人对于两岸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牵扯到那边去了，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所以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但这个案子里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也不排除。好，那中共近来从甘比亚、肯亚陆客人数大减，亚投行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了，那根本看起来就是在伤害台湾民众的尊严跟感情。那看起来哦，这不是说你陆委会认为说我马政府这个八年来两岸执政非常的稳定，然后现在两岸关系非常的良好，看来一切全部都归零了啦。那中国大陆这样其实是根本跟恐怖情人没有什么两样，好像感觉承认九二共识就什么都好。当时你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菲律宾诈欺嫌犯就可以遣返回台。那现在呢？蔡英文也没有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哦。那看起来动作就这么多。那到底这是不是吓台湾人的一个方式，还是到底是在威胁未来的准总统？我要问问看你的意见呢、啊。不，这个我想很多人有，就像我讲的，不同的解读了。那我认为，那你觉得他跟恐怖情人有什么两样？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完全是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是跟恐怖情人一样吗？是不是？我开心的时候，为什么两岸互助协议就不可以制度化？我今天开心，你陆委会台湾就要看我的脸色。我不开心的时候，对不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认同吗？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不对吗？没并不是不对了，只是说是不是他完全是很针对性的，对了针对未来的这个政府啊？我现在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想问你，是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有可能性嘛？是针对未来的政府嘛？譬如说陆客的减少，绝对是有这个可能性，它是有。可是这件事想要送出一个不同的讯息了。OK，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那你认为目前的
样态，是不是其实就是要看中共的心情跟脸色？那像他们这样子的做法，你明明就对打击犯罪这个，就是肯亚这个事件里面，我觉得也许他们的考虑比较多是在针对这个犯罪的以及受害人。针对这个我就要讲，四年前为什么他们，五年前他们说那是因为呢，有可能有北京的达官贵人也有被骗到，所以他们就把他请回去大陆了。这一次听说好像有同样的类似状况发生，所以到底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还是就是我跟你说，你说有可能也是针对未来的执政政府？那到底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啦，那我就想请教你，是不是台湾都处于一个就是被不尊重的一个，不要说上鲁国格这一些好了，就是说今天中共想怎么对你，你就等全盘接受嘛。我想也不能这样讲，我想这一次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坚持把人带走，他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记者会也说得非常清楚，花很大的篇幅来解释他们的原因了。我想这个是主要最主要的原因。主委，我今天不是要你去替陆方金，我绝对不是替他讲话。今天有什么样的原因，而是今天站在你的立场跟你曾经是外交官的一个敏感度，我想请教是什么原因？我管中国大陆是什么原因？我现在是在跟你主委在共同讨论这件事情。委员问我的原因，我就认为第一个他们的感受嘛，第二个当然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两岸的情势发展，他们也表示他们的一些态度。那你觉得好，就这样这件事情整个发生延续下来好了，那你认为他们这样子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当然认定他们就像跟恐怖情人没什么两样啊？我想要怎么样对你，你就得全盘接受。那你认为这是台湾民众会接受的吗？那在未来的两岸的发展上面，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呢？我想，我们假如我还是不太了解《恐怖情人》是一个电影，大概《恐怖情人》是一个电影，或者是什么，反正我想可以不要交往就好了嘛。不要交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应该是从现在为止，应该就不要再跟大陆交往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觉得不能忍受的话，那你觉得你能不能忍受他现在的态度跟样态？我觉得我们要尽量的争取我们的权益，而不是说全一刀两断就完全没有了。但是你刚刚也说了嘛，他的针对性其实是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让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其实都希望能够是站在台湾的立场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确就是完全因为要务实一点，因为陆委会跟两岸谈判去协商，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明确的协助，避免类似的案件不要发生。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不是欢迎组团，然后让你去看看说，哦，就是让你去看，你人你就是救不回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就是跟大陆协商，结果才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所以那一次的协商就算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嘛。那我们觉得协商就是会有进步，总是双方增加。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的状况就是完全归零了嘛，完全就是退步的状态了嘛。这是第一个案子，我想我们要开始要去跟他们去这个开始进行沟通，进行协商。主委，我希望这样子，就是用避免类似这样的案件再度发生了，因为这个大大小小的案子一定很多，所以主权被漠视的结果，我觉得会到今天这样，其实就是主权被漠视的一个结果。我们也在昨天跟他谈话里面有提到，我们要必须针对在第三地的这种犯罪行为啊，再进一步的在这个共打这个协议之下，进一步的加强。因为这个上个案子就是我刚刚讲菲律宾的案子，拖了5个月人才送回来。那上次那个案子对你们而言，你们还是相对认为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结果哦，因为上次检讨报告我也看过了，然后你们新闻稿我也看过，所以这个案子你认为预计要拖多久？因为你这种事情你是要据理力争的嘛，那你认为说接下来陆委会到底有没有任何具体的营救计划也好，或者是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我想我们会很努力的去争取哦，不过这种跨境的犯罪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态样有非常多，牵涉的因素也很复杂，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去争取。所以相对没有把握吗？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不敢给委员一个很现在讲一句大话说没有问题。但是你也没有想，那你对你自己有把握吗？对，上次5个月，那这次要多久？上次对你们来说还是什么？我们会很努力的去争取，很努力的去争取。好，那我等着你们努力争取的结果，可是我希望不是超过5个月，因为已经有利可循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不好？是。我先。下一位咨询委员陈其曼委员。
哎，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委啊，夏主委，还有我们的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副局长黄副局长，还有法务部陈司长，那外交部也麻烦一下。这个主委你好哈，103年的11月30号发生这个肯尼亚首都的这个火警嘛，然后就引发了这个诈骗案的一个侦办嘛，那这几年这样一年多这样下来，我们陆委会了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涉的情形怎么样？我想我们只有针对这一类型的这个通案的交涉，并没有针对这个个案。没有，所以这个个案我们陆委会从发生到现在，我们陆委会都没有交涉过嘛，对不对？陆委会的部分，是我们只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跟外交部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了，并没有针对这个案子做交涉。所以陆委会介入这件事情是在这个4月8号之后才陆委会来介入，就是说从103年的这个11月到现在啊。我们陆委会就是4月8号再介入，其他这件事情我们就跟外交部保持联系而已，对不对？好，那这个刑事警察局，那我们委员好，因为这个两岸的共打也好，或者是过去合作的一个默契也好，这段时间在从菲律宾的这个诈骗事件之后，在100年的诈骗之后了，从2010年到2015年这件事件发生之前，两岸的人民涉及在第三地的行为，发生地在第三地的那处理的状况，是双方各带制把人员带回去，这个全部都是这种情况嘛？我们是希望能够这样来做。我说过去了，从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原则上是希望这样来处理，不是希望这样处理。我说是不是？从2010年到2015年，假如譬如说这些诈骗案在第三地发生，结果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了，是不是这些人犯都是全部带回来？我方人员全部带回来台湾，那大陆人员全部都带回去中国，是不是这样？对，到台湾人带回来这边。所以这五年没有发生过像肯尼亚事件的这种状况，没有嘛？没有，这都没有嘛？是，那2010年103年的11月，到现在，我们的刑事警察局或内政部跟对方的交涉的情况如何？我们在104年2月2号，我们曾经传真，希望我们来 请他提供一些资料，到底我们这边的涉案的情形是怎样？我们能不能来共打？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你说中国嘛？是对，在什么时候？我们在104年2月2号的时候，我们传真函。2月2号就是去年的。去年的2月，在一年前嘛，对不对？是。他都没有任何回复，没有回应，都没有任何回复，就针对这个个案都没有任何回复。是。好，外交部来，外交部，对，委员好。从103年的11月到目前为止，我们外交部针对这个个案跟肯尼亚交涉的状况，你是不是简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啊，因为从案发就是2103年11月30号之后啊，他就。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所以我们是这个透过有我的人士，因为我们在那边没有设代表处了，所以还有侨务委员就持续的观察。那中间他几次开庭，我们知道日期又都派秘书从南非飞到这个肯亚去。那我们有没有去探视？我们外交部的人员都有去探视。有好，那个主委跟我们那个副局长那个主委，现在问题就来了，是。法务部在这个今年的2月16号在法务部的第二办公室 B1 的会议室举行的这个，我们陈文琪就是我们司长所主持的这个外国人遣送国人至第三国或中国大陆地区受司法审判相关的事宜的会议我觉得我讲不客气一点，这个法务部是上权主国，司长你主持这个会议你是上权主国，我为什么语气那么严厉？指责我们这个法务部，因为这一个相关的这个状况其实已经在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案例，
陆委会自己的报告啊，都讲到说，一百年以来处理类似案件，建立双方人员各自带回的默契，对不对？所以你在你的报告里头怎么只讲属地主义呢？你怎么没有去特别提考虑到两岸的特殊状况呢？那两岸的特殊状况，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75条的规定，你这个通案的原则应该是双方各自带回人员呐、啊，对不对？所以你的会议记录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写呢？那这些记录为什么？我讲完，为什么这些相关的这个原则，我们陆委会或者是我们的刑事警察局，我们法务部没有跟中国大陆取得默契呢？它会衍生今天这个状况啊，不是这样吗？这些原则不是应该在订定双方在处理的相关的一个事项啊？这个不是默契耶、欸，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处理原则，我方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强烈的主张吗？对不对？双方人员带回，这个为什么在会议记录里面，我们法务部自私立场不做这样的主张呢？对不对？还在讲什么属地主义，先什么国籍主义、属地主义，我先不跟你谈。对，在讲什么第三地、第三国这些相关的情况，这个是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一个国家，当然才会有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但是两岸的特殊状况，这个我们也承认，在现在的这个特殊状况的情况之下，你除了说肯尼亚跟中国的这个属地主义的这个原则之外，你还有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个特别规定啊。你即使退缩到说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特殊关系，你也应该要把相关的处理原则定在我们法务部的处理原则里面嘛。结果你自私立场啊，你法务部就自私立场啊。跟委员报告，这个会议并不是针对哪一个个案，这是一个通案性的会议。可恶了，那它的解决的问题是包括有大陆也有其他国家。请你闭嘴可以吗，主席、啊？而且结论刚才。主席，请你维持会场。